来看华人有一间连锁的餐厅，有员工投诉讲哦，今年二月伊去厨房的摒扫，因为地板食骨无细里跋倒，去互油烫着。虽然有甲头家协商，也毋过拢无成，所以家属是望讲县政府会当介入调查。二月十七暗时九点半，一间连锁餐厅的姓杜员工伫灶骹清油点的时阵，因为涂骹食湿骨跋倒，烧滚滚的油泼到伊的桌面加正手骨，送医急救了后有五骹面积，直到两度的受伤。他们的地板没有任何的防滑，所以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大的一家公司，怎么会让员工独自一人扛起将近三十公斤的滚烫热油，而且工作环境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护。家属强调，姓杜十八人事后心理受创，还佫被诊断出轻度诱惑症，因为拢是点头无做好灶骹、涂骹防骨，双方去管护律师科协调两摆，暗过无强性，管护介入调查了后，先发资方共上架无负薪水的部分。职业灾害的期间，资方没有做原领工资，是按照发放工资的时间呢发给的时候呢，我们将会做出裁罚。建议这个劳方呢，为了双方的权益，那是不是可以尽快的到职业灾害门诊的中心呢去做鉴定？业者提出书面声明，强调事后关心，暗号拢被拒绝，要先付两到四个月加一个月病假薪水，暗号即在申请爱同事人到场，暗号员工拢无录用，也无法度提出医疗证明，所以无法度申请给付，一切交由司法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